胖子游中生，我是大胖，我是小胖。感谢大家上一部影片的支持啊，有突破我们20个赞啊，所以今天大胖和小胖决定来带大家吃一下我们中生的美食。那今天要吃什么美食呢？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2000 years later. 首先呢，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黑妞沙拉。我现在吃吃看黑妞沙拉的吃起来感觉是什么？它上面有木瓜丝，你们看一下木瓜丝。酸酸甜甜的，它其实有一点小辣，它其实就是他们泰国缅甸那边的味道。可是你们如果要，因为本身我不太爱吃辣，所以其实当时候老板问我说：“你们不要加辣椒？”你们就说不要。可它现在吃起来还是会有点辣。小胖，你觉得呢？就酸酸甜甜辣辣的。你也是觉得酸甜辣的，对啊，蛮好吃的。它里面除了木瓜丝以外啊，其实可以看到番茄，蛮多料的。那它其实最重要的是泰国缅甸的他们一些香料，比如说它可能在制作过程当中有放入蒜啊，或是一些鱼露。那其实老板其实都还蛮客制化的，如果你今天不喜欢鱼露的味道，你也可以跟老板说你不要加鱼露的味道，真的蛮好吃的，其实蛮开胃的。所以今天才会想说介绍第一道美食，先从沙拉开始跟大家做介绍。好吃。吃完第一道美食之后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就是王家干面。你看我跟小胖，里面满满的两碗，这是一份哦。这个只有一份哦，你们相信吗？这不是两份哦，我跟小胖是一起买一份哦，所以一份的量就这么多了。那你们就会好奇这一份多少钱？跟你讲，45块，才45块，这是非常便宜又大碗。那我们来为大家吃吃看这个王家干面的味道。看，这个口感非常好吃。它其实里面的制作过程其实都非常的简单，它其实是因为之前眷村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会发现它里面的大概就是豆芽菜、葱，然后还有一些酱料的调味，就简单的完成这一碗干面。那小胖你自己觉得呢？你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就好吃啊，有加咸咸的，有咸咸的酱哦，吃起来还蛮可口的，对。它重点是。他那边其实卖的商品其实非常少，他其实就是主打它是面，那就是有分大中小碗。那他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买的就是蛋汤，这个蛋汤就是它里面就很简单，就是一颗蛋，然后调了就是一碗汤这样喝。那我喝喝看，它其实蛋汤就是像我们一般家庭煮的蛋汤，只是它口味我说是比较咸一点。那我觉得其实大家来其实就是这样一套吃，那其实就是可能以前是因为工作吧，就一套这样子吃完就可以立刻去工作了，是蛮棒的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两种美食，那欢迎大家来中征市场走走。我是大胖，我是小胖，赞。